联赛第八轮，未尝败绩的辽宁队带着开赛7连胜的成绩继续征程。这一晚，他们的对手是同样强劲的新疆队。主帅杨明早早地坐在球队席，观看着队员们的热身状态。当值裁判赛前和球队主教练进行简单的沟通。 今天应该是我球衣退役1周年，好像是哈，好像是啊。所以在一年当中发生的事挺多，但是呢，就像我刚才说的，我一直在这一支球队里发生身份的转变。杨明没有记错，去年11月4日正是辽宁队为他举办球衣退役的日子。 短短一年，他从球员到球队高管，又在复赛后临危受命进入教练组，陪伴球队闯入总决赛。这个赛季，他正式成为辽宁队的主教练。开赛之后，一路高歌，未尝一败。确实，这一年当中，我这身份转换太多了，但是好在都跟篮球相关。这个确实也是，领导的信任，包括。 就是不是老板的信任，包括退到这个位置上，确实我这个职业生涯都在辽宁队度过，对这个球队有感情，包括对这支球队，包括对这个每一个球员都比较了解，所以转换到这个位置适应还算不错，有这种算阶段性的胜利，归功于我有个强大的这个教练团队，包括。 所有队员对我的这个支持和信任吧，所以说还得继续努力，不辜负这个位置，不辜负辽宁球迷的期望吧。赛季首次辽疆大战，辽宁队赢得并不轻松。比赛一开始，新疆队就占据了局面上的优势，整个第一节，辽宁队整整输给对手17分。 但杨明治下的辽宁队延续了过往坚韧的作风，第二节比赛他们逐渐缩小分差。此时新疆阵中已经出场16分钟砍下16分6个篮板的主力中锋周琦意外受伤离场。坦白讲，周琦的受伤是一个转折，我们开局并不好，开局不好的主要原因是球队，就像您刚才说的，连胜了几场之后，尤其一些年轻球员。 思想起了变化，把比赛想简单，把问题想简单，所以才会出现第一节这个相对比较狼狈的局面。那么第二节逐渐沉稳下来以后，再开始打我们自己的节奏，这个是很，怎么讲，很致命的一个问题，也是对我年轻的一个表现。如果说你遇到一个更强的对手，或者在季后赛比赛当中，你第一节犯下如此大的错误，你很难在后边去追上或者去弥补，所以这个都是一些成长的代价。 好在最后时刻，这几个老将，尤其是艾伦和大军，包括梅奥，把这个队伍撑扛在肩上撑过来了。8连胜不足为喜，因为常规赛的比赛主要还是磨合队伍、锻炼队伍，去找不足、发现问题。最重要的是，跟一些强队的过招，包括季后赛的比赛才是关键。主教练杨明新赛季的首次亮相，就带领辽宁队大胜对手。 曾经辽宁球迷心中的白衣少年，如今换上帅气西装，自然少不了外界的关注。赛后新闻发布会，杨明说与老朋友的一句玩笑话，直接让他上了社交媒体的热搜。嘴还好，关键累脑。我这个，我怕你看这现在头发都快开始有点掉了，我现在就担心我的发际线别太往上。你看我这个从。 几乎是同年龄段的刘伟伟、刘指导发际线干那儿去了。我希望我晚几年变成那造型了。看看人怎么防大军的，怎么防现在轮的，人家怎么过？和你没关系，对，我先吹的，我先吹的进攻犯规，进攻犯规在先。罚当弱队啊！哎，艾伦上一组织组织，上一组织组织，打一个一下，打一个一下啊！我就当看一乐啊。其实，在比赛当中，基本上不会想到任何这种事儿。我只把注意力专注在这个比赛当中，可能有的时候说的话可能不太中听，或者语气有些问题。 但是我的出发点就是在球队，在比赛，至于别的，我觉得教练这个职业就是这样啊。
赢球是硬道理，让队员提高是硬道理。至于什么，注意态度，注意什么的，我会这个慢慢纠正啊。但是对于形象这块，我是不太在乎，只要球队赢球，怎么样都行。将更多的精力专注在比赛中是杨明的执教之道，球队开赛的连胜也让他有更充足的空间去培养球队中的年轻人。但在杨明看来，年轻球员们还应以更高的标准去要求自己。这个教练组今年的一些任务和目标就是要提携一批啊年轻球员啊，因为不能说辽宁队属于新老交替，但是也到了一个需要年轻队员顶上的这么一个阶段啊。那么正好在这时候，张镇麟的回归，吴长泽的从二队上到一队，包括燕守奇，包括这个丛明晨啊，也算是相对比较年轻的，包括王华东、刘彦宇这些，燕守奇，只要有比赛相对比分拉开一点啊，都会让他们去多参与比赛，多上场啊。包括现在像张镇麟和吴长泽，基本属于首发。啊，这种球员，等同于让咱们提前感受这个，高强度比赛的这种强度啊，让他们去提高。首先他们每个人都非常努力啊，也非常珍惜上场的机会。但是，从教练组的看法来讲，他们还差距比较大啊。每个人的问题不同啊，但是离优秀运动员的标准，还差得比较远。啊，我觉得随着比赛的深入，随着他们每天每场比赛打完之后的总结、吸收、训练、提高，我相信在第二阶段可能会有一个进步。但是关键还是看他们自己。休赛期，泰斗级教练蒋兴权重回家乡球队担任顾问，这无疑为杨明的主帅之路带来了最有力的支援。蒋导不需要我多介绍，是中国篮球的这个功勋人物，也是我们辽宁篮球的一个旗帜啊。这么多年漂泊在外，也算是最后一站回归辽宁了吧。确实他的到来对整个教练团队啊，包括对每一个运动员都是一个特别大的这种提升啊，特别大的这种提升啊。因为他的这个见识、经历、阅历啊，对比赛的看法，对球员的个人发展的看法，都会提出非常，有建设性的意见，而且都可以举出好多好多例子啊，来让你知道这个事儿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啊。所以，对于尤其像我这种年轻教练的成长是很有帮助的啊。而且对每一个球员，因为我们这队不管是老队年轻球员，都是他以前这个有好多经验和经历在里边。也知道每一个年龄段需要该做一些什么事儿，能让你保持好的状态，提高的更快。所以对，辽宁篮来说，蒋导的回归是一件幸事吧。19岁升入辽宁男篮一队，从球员到经理再到主教练，35岁的杨明从未离开，对于这支球队的情感自然也无需赘述。我觉得辽宁篮球成就了我，我也希望自己能通过未来的努力去回馈这支球队啊，回馈俱乐部老板，包括体育局对我，包括对这支球队的厚爱啊。我希望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辽宁篮球。8连胜的开局无可挑剔，主帅杨明的出征之路也很顺利，但对于这支有实力冲冠的辽宁队来说，这也仅仅是一个好的开始，未来也会有更多的挑战等待着杨明去征服。